了，老谢，别晃了，我头都晕了。不是，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呢？都板上钉钉了，急有用吗？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啊！这栋楼谁不晓得你是数一数二的学霸？你没有资格保研，放他那安贵儿子屁！哎，那高潮是不是又耍什么阴招啊？是不是谁给他塞钱了？妈，还有没有王法？有种你就把成绩公布出来！可妈的，那高潮啊，就是千年的老王八，万年的老狐狸！哎，老狐狸怎么还不早保研？不就是保研吗？不保也挺好的。要是保研了，真的跟了高潮，以后变成他那样，变成我最讨厌的那种人，不要说你们了，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。妈的，我现在是真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你知道吗？你说高潮那个老狐狸，从我们大一进校开始，一路跟我们不对付，现在我们马上都大四了，还这样变着法儿来欺负我们。我这一次想尽办法，我也一定要整到他。我们必须要想一个让他逮不到人又逮不到任何证据的方法，鬼使神差的啊，就把他给办了。那就只有真鬼了。大王，啊，东西，哎呀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，不会是一个金发碧眼大媳妇吧？曹哥，这个呢，给你玩，让你散散心，行吗？太酷了，小时候玩牛逼多了。我得卖多少猪皮才能买得了这个？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鬼使神差的把高潮给办了。哟，高主任，您吃饭去？吃了，您吃了吗？我吃过了。那咱回见啊！哎，高老师您好。高老师好。高老师好。高老师好。嗯，好。高老师。哎，刘老师。咱们。什么呀？好像是吗？飞机？是吗？对。这是要炸弹的啊！是不是那种都是小空的呀？高老师，这是不是来庆祝你高升的？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高老师啊，搞半天你是我们学校的冬敏俊系啊，这是不是来接你回外星球的？别打岔，走走走。哎呀，真会玩啊！哎，行了，刘老师，那咱回见了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项目吗？放羊干嘛？哎呦。放心吧，老头早在办公室里做过手脚了。来来来来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。上完课往回走呢，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声啊，我给你找了个单位实习。什么单位？平安保险，你给我上点心啊，我是求了子豪他爸，找了关系才给你塞进去，你得好好珍惜，别不知好歹。你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本来呢我要请子豪他爸吃饭的，但他最近太忙了，这样你请子豪吃一顿，好好谢谢人。哎呀，
我没钱，请什么请？我给你打钱呢。我凭什么要请他吃饭啊？你别给我带情绪啊！社会就是这样，强者通吃。有本事你牛逼了，制定个游戏规则，不然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别人给你的游戏规则来。我告诉你，林湘雨，别再一天到晚的给我没个正形。我哪儿没正形了？你哪有正形了？你看看你之前干的那些事，找了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，拒绝了那么多的实习机会，那都是我靠这张老脸给你换来的。你倒好，说不要就不要，把我那些老领导、老同事得罪了个遍。你这次还想玩什么花样啊？我警告你，林湘雨，这次要是再跟我玩什么花样，我亲自来上海把你抓回家。喂，喂，喂，说话你听见没有？没有，您那边信号不好，我你说什么我听不见。听见了就赶紧请宋子豪吃饭，别跟我耍花样。我会问他爸的，就这样了。少废话，就你们几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林湘雨吗？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想起跑我们这儿来了？哦，先恭喜你啊！听我爸说，他托关系给你送进平安保险了。你爸跟你说了吗？所以，你这是给我道谢来了？嘿呦，这可是百年难遇的场面啊！你不要太过分。你之前那么嚣张，可到了重要关头，还不是得靠我们家往上爬？所以说这做人呢，还是得低调点。关于怎么做人这句话，我送给你，就当是道谢了。哎哎，林湘雨，林湘雨。听说你们在找 Face Party 的接班人，这样吧，你呢，要是真心实意的想谢我，就把你们 Party 的主办权交给我，选我当新的负责人，让我们哥几个也爽几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好，想都别想。哎，林湘雨，求人就别拿自己当大爷，以后给我夹着尾巴做人，靠。哎呀，高跟鞋还是得买好的，别说这纯皮和革的差别大，就算是纯皮的，贵的和便宜的还差好远。穿高跟鞋一天啊，是个人脚都得废。要我说啊，能找到别的工作就赶紧换。其实吧，擦亮眼找个好男人才是最重要的，找个好男人就等于二次投胎嘛。说的有道理啊，宝剑你说呢？嗯。宝静，外面有个男的找你。谁啊？他说他姓吴，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哦。哟，鱼。我不是跟你说叫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宝宝，你别这么火药十足嘛，我这不是挂念着你吗？你别跟我在这儿废话，说完了吗？说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我有个正事跟你说啊。我一朋友啊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，缺个前台，天天就是坐着，收入也高，我觉得你合适，就推荐了你。我用不着你可怜我，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也跟你老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？你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你给我滚！骂，接着骂，随便骂，骂够了吗？啊，是我错了，可你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绝了吧？你这辈子就不见我了，以后也不来找我了。我懒得再跟你废话。哎哎哎哎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！你就话好说嘛！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叫人了。哎，你有话好好说嘛！喂，妈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姐儿，姐儿，出打死了，出打死了，不得了了，出打死了！妈，
你啷个了？你莫哭啊！不得了了，出大事了！出啥子事了？你莫急，你慢慢说。你弟弟之前打伤的那个人，现在留下后遗症了，要归我们要30万，如果不给的话，就要告上法庭，让他坐牢，那可办嘛？30万？他们那个是敲诈呀！我们打听过了，他们一告一个准。你弟弟要是坐了牢，那辈子都完了，我的下半辈子也没法活了。妈。妈，你先莫急呀，你跟我老汉还有好多钱嘛？我们那里还有钱呢，上次都赔光了，那是瞒着我借不上币呀。妈，你莫急呀，我去想办法，我先挂了啊。爸爸，家里出事了？不关你事儿。妈，你看咋不关我事儿呢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啊，不就30万吗？我一会儿就给你打过来。管超，轩轩不在。他现在不在呢。嗯，你要不坐进来等他回来。这个是实习志向表，全系就剩他没有交了。老师今天就来催我，你喊他赶紧填了吧。哦，是。你知道他这学期旷了多少节课吗？为了挣钱打工，连补考都不参加啊！他这样下去是毕不了业的，你晓得吧？嗯，他跟我说，他都是利用没有课的时间才去打工的呀。这你也信？他天天带民工去工地，有的时候还自己干活，哪还有一点学生的样子呀？多少人烧尽了脑袋想来我们学校，他来了也不珍惜，明年就要毕业了。他这念的是什么书，唱的是什么学呀？好，就算要挣钱，好歹也找一份正经体面的工作吧。所有人都在为了实习单位操心，他倒好，天天出去打零工，这样下去他就要废了。哎，他这么做归根结底是因为你，堂堂一个大男人跑到上海了，就是为了陪你赚钱给你花，你要什么他都给你买，就差上天给你摘星星摘月亮了。你都把他逼成个什么样子了，你自己看看。谢逊是我好兄弟，站在他的立场上，这些话就算得罪你了，我还是要说。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妈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多菜？你这两天工作太辛苦了，犒劳你一下，先去洗手啊。我马上回来。水煮肉片、麻辣鸭血、手撕包菜、回锅肉，妈呀，我这是要上天堂啊。我这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，赶紧趁热吃啊。来
尝尝我做的回锅肉。嗯，怎么样？啊，我现在啊，突然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。你才多大呀？毕业都没有毕业，你就想着要成家？因为你啊，因为我想给你一个家。看什么呀？我脸上东西啊？没有。可是你现在花大量的时间都出去打工，挂的科都没来得及补，你还毕得了业吗？中国的大学呢，是进来难，出去容易。再说了，文凭也就那么回事。我最在乎的呀，是能跟你在一起，努力挣钱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寻工，嗯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高考，你费了多大的劲啊，好不容易考进上海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你不要那么悲观，我现在不好好的吗？赶紧吃菜，吃菜。让我看看你的手。没什么好看的。让我看看。寻工，你勒死拉比的手，老哥可以去拉那些狗狗穿着勒。没得死，过两天长出茧子来就好了。我操，要迟到了。怎么了？我今天要去车站接工人，你再睡一会儿，不用起这么早。没关系，赶紧去吧。想长大。是吹牛逼，说钱钟书睡过千里，激动的情绪又让荡起，百年的恢宏无需多提，只有你想起
那些伟大的下午，又再也不用为深渊忧愁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沉醉着迷幻的游戏，这些日子你很久没出过房门，是否知道已下了秋雨？每当你游戏声响起，很快又会听到晚钟。时间点点滴滴走过去，在你来不及翻阅的书里，他们录各种无聊的事情，考试来临也只字未提。他说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，他们也只在网络上交流。我问你何时能一起出去，你说要等盒饭还有个快递。这样的生活一天天过去，胖肚囊也在渐渐的堆积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他又发来未读消息，他说如果我现在不忙，打个手扔个眼皮。手拿着眼皮的兄弟发了个疑问的表情，我在伸手去接的同时回了句没有问题，回了句没有问题，回了句没有问题。